晚安九点钟，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大家好，我是彭巨。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先讲一段警语，就是珍爱生命。有问题的话，请拨打1925。在人生当中，或许会有非常多的选择，但韩星李善均选择了最极端的那一个。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关心到这则消息了。他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被人发现是倒卧在车子里头，失去意识，而且送医之后身亡，享年48岁。我们持续来看到这个事件呢。他是在10月份的时候被卷入一个外遇还有染毒风波，当时呢他被指控说吸食毒品，当然相关的检调单位也针对他的一些身体的体毛等等来进行分析，他提交了毛发、脚毛还有腋毛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但是他自己在笔录上还有在侦讯的过程当中坦承说是有用吸管从鼻子里头吸粉，但是他强调说他是误食，因为他以为当时他所吸食的是安眠药，不知道是毒品，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传言，也被传出他被威胁将近呢上千万元，而且呢威胁他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市长 A 女，紧咬他至少吸毒5次，而且一再的强调说，其实李善均本人知道自己吸食的是毒品，但是呢在12月23号这一天呢，李善均是第三度到了警局接受调查，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总共有19个小时，待了19个小时不出警局的时候，他也留下了最后的宣言，而且这个最后宣言是不是也在暗示他之后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举动出现呢？因为他当时说的这句话是：“我和威胁犯的陈述，看警方到底要相信谁。”而整件事情在今天早上正式曝光哦，尤其在警方接到一个求救电话，就是李善均的太太打去求救，她说丈夫在家里留下一封遗书之后就离开家里了，现在警方也公布了这个遗书的内容，到底是写的是什么内容呢？她说无法面对妻子、家人、父母，甚至她也说妻子是她一生的挚爱，一切都回不去了，很抱歉让你们这样子记得我，对不起忘了我妈，在这个遗书当中也写下了对妻子的爱、对家人的爱，甚至呢也有满满的歉意，而现在呢，他的经纪公司也正式的证实死讯哦，他的遗体还有灵堂设置在首尔大学的医院殡仪馆，而且挑在29号这一天来出殡。시반쯤입니다경찰에따르면오늘오전10시10분쯤이씨의매니저로부터이씨가유서같은메모를작성하고집을나섰고차량도없어졌다는112신고가접수됐는데요韩国警方公布部分遗书内容，李善均提到对不起妻子、家庭以及父母，希望关于他的一切都成为回忆，一切都回不去了，也很抱歉让大家以这样的方式记住他，还喊话要大家忘了他，这样子或许就不会让他和家人处于痛苦之中。事发现场拉起黄色封锁线，各家韩国媒体都在现场报道第一手消息。因为南韩演员李善均在台湾时间9点半左右被发现沉尸在公园的车辆内，不止整辆车都被盖上白布，隐约还能看到有担架被抬上救护车，警方还把车牌贴上警戒条。事情经过早在26号就传出李善均的经纪人联络不到他，接着27号早上9点12分，妻子就报警称丈夫留下遗书字条就离开，而9点半警方就在距离住家车程35分钟的首尔卧龙公园找到李善均倒卧车内。예다시한번많은분들에게심려끼쳐진정진심으로사과드리겠습니다오늘조사있는질문에충실하게답변드리고있습니다其实早在23号接受第三次调查，长达19个小时审问出来之后，李善均在飘雪的天气下戴着圆框眼镜，面容明显黯然憔悴，还微微跟现场记者们鞠躬离开现场。而经纪公司27号中午也发出公告，内文证实李善均已于12月27号辞世，也恳请媒体不要散播恶意报道，并另外提到葬礼会在死者家属和同事陪同下安静举行。TVBS 新闻综合报道。而现在呢，李善均的死讯在南韩的网络世界还有舆论当中可以说是炸锅了，而且很多人开始把这个矛头指向这个相关的调查单位。为什么呢？因为在10月份他卷入了这个涉毒的争议当中哦，其实他的毛发检测还有精密的检测都是呈现一个阴性的状态，因此很多人说为什么要针对李善均穷追猛打，难道是阴谋论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留言传出来了，尤其是共和党
这个共和民主党副发言人李金他就说了，是不是用名人吸毒的事件来掩盖这个事件呢？这个事件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尹锡悦总统的太太的秘书的女儿是校园暴力的施暴者，因此呢，他们认为说要追究尹锡悦总统的相关责任。而我们刚说的这号人物哦，他本身施暴者是就读小学3年级，这是一起校园的暴力事件，他用直笛打了2年级的学生，光是康复哦就要花个9个星期以上，接近了2个月，而且呢，校方是怎么处理？道理来说，应该是可能会有更强制的一些处分，但是校方只有说换班就读，所以被质疑说，难道是因为权贵，所以才针对这件事情冷处理？而且现在又有人把李善均的事件联想在一起，认为是不是一种阴谋论呢？不过不管怎么样哦，其实现在警方也被质疑说，难道是刻意刁难李善均，采取一种高压调查吗？이런불미스러운일에연루되어서많은분들께큰실망감을준점진심으로사과드립니다마약조약은전혀없었다라는입장이신가요아그것도다솔직하게말씀드렸습니다一路从10月底号到12月，整整2个月内，李善均3度被警方传唤，虽然3次都否认有吸毒，但警方似乎还不想放过他。아오늘조사성실히임했고요이제앞으로경찰에서저와공갈범들사이에어느쪽이진술의신빙성이있는지잘판단해주시기를부탁드리겠습니다整理一下时间轴，10月20号，经纪公司证实李善均涉嫌吸毒，陆续有人爆料他吸食2种以上毒品，也被限制出境。但是28号第一次被传唤后，检疫检测为阴性。接下来11月，李善均辩称不知道有毒品，二次检验也是阴性。再来就是12月的第3次约谈，甚至在过世前一天，他还发意见书请求警方对指控方测谎。同一时间，就有网络媒体曝光李善均和酒店小姐的录音档。아니그나는지금정확히너가얘기해야될게걔네가너한테원하는게뭔지그리고지금돈이고어예성균형뭐성균형은괜찮아뭐그냥딴게없는데성균형마약이란것도아니고아무것도아닌데말그랬잖아말그랬잖아나랑女市长 A 的指控也导致警方不断要追根究底，但26号李善均也承认有用吸管吸食粉末，但只是安眠药，并非毒品。反过来要指控女市长向他勒索3.5亿元韩元，只是他现在也已经轻生过世，韩国警方也否认有对他高压调查，毒品嫌疑也将以无功诉权结案。TVBS 新闻林云章、林云文综合报道。而现在南韩的这个网络上真的可以用舆论炸锅来形容啊，像是很多的网友说他全部都是阴性，但是警察依旧不放过他，甚至呢，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压力，当时他的压力绝对是非常大的，演艺事业全部停了，再加上舆论的引爆影响，让他压力大到爆，甚至有人点名说这个警方跟媒体是不是该负起责任呢？而现在呢，这个仁川的警方也对外表示说，其实在执法方面绝对是依法行政，他们说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进行的，并没有高压调查，尤其本身也开放律师陪同征询本人同意，而且在征询的过程当中都有录影存证。不过现在李善均人已经走了，但是他的案件到底该怎么样的处理，在司法的调查上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刚刚也在强调，在这一次他的验毒的结果出炉全部都是阴性的状况之下，还亲赴警局3度接受调查，态度看上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好的，所以外界就认为说，这一次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走上绝路，其实是以死自证清白。事实上，在南韩的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名人涉入司法案件的时候，都是选择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边强调，绝对不鼓励哦。但到底这个案件会怎么样结束呢？基本上不会强制调查，而且不久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宣告结案。但是这名市长 A 女还是可以来提起公诉，而且她的前一天，这个走上绝路的前一天才选择要这个测谎，所以说希望自欺，没有想到最后是走上了这条极端的选择。不过我们要来看到他的死讯也震惊了整个南韩的演艺圈，很多的活动还因此停办。형가는건아니지만갈때마다느끼는건너무이렇게벅차고설레고감사해요뭐이런
谈起拍摄过程，今年九月才上映的电影《眠》成了演员李善均生前最后一部上映的电影。出道22年，不止演技备受肯定，在演艺圈的好人缘也是众所皆知。只是27号出现的消息震撼整个演艺圈。哎呦，이장군님뭐이런어려운시국에서로같은편하면대한민국육군은다같은편입니다上映33天就突破千万观看人次，电影《首尔之春》原定在28号举办影人见面会，就在李善均离世的消息曝光之后，见面会活动也全部取消。另外，这部最新电视剧。由朴敏英主演的《和我老公结婚吧》，原定27号下午要举办公开记者会，也延期到明年的1月1号。不止台湾艺人钟欣凌在脸书上po文写下“我的大叔，谢谢你的精彩”。李善均的艺人朋友们也纷纷po文哀悼。歌手金松也在个人的 IG 写下：“这个国家社会正在把人逼向死亡。”饶舌歌手 Prime 也引用名言写下：“从什么时候开始，侦探和检察官开始管理我的私生活？”不过李善均寻短也不免让人联想，是不是遭受到舆论的审判压力？其实，在2016年，艺人李正钰被指控涉嫌性侵。当时也遭到社会大众挞伐。제가얼굴이알려졌다는이유만으로상대방이무고하는것에대해不到15天，案件逆转，最后当事人坦诚说谎，还给李正钰清白，也让他重返荧光幕前，复出影坛。只是李善均涉嫌呼麻案，真相还没水落石出就先离开，也让整个演艺圈一片哗然。TVBS 中英伦钟荣轩台北采访报道。我们再来看到，其实李善均享年48岁，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也留下了不少的代表作，而且出道22年，相信很多的作品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包括呢爆红的《咖啡王子一号店》，以及呢很多的奖项也都是曾经获得。但是呢，大家印象最深刻，而且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时间点，大概是《我的大叔》，他当时跟 IU 的合演获得很多人的好评，也触动了不少人的人心哦。还有就电影《寄生上流》在这个登上了国际上的赛事，甚至呢也让他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备受关注。大家对《寄生上流》这部电影应该是不太陌生，但是其实在私生活的部分，他的爱家而且爱妻的好形象也让他博得了不少演艺机会。꼭놀래야해내가놀란것처럼연기가돼2014年，李善均和田惠正夫妻档同框上节目，女方当时抱怨李善均就像第三个儿子，而说起两人认识时是李善均苦追对方。우리도클럽가자엄마는입국허샷들어가지도못해田惠正比李善均早3年出道，还有大学路全智贤的称号。李善均当时对他一见钟情，大学时加入女方所属剧团后，终于抱得美人归。两人交往7年后修成正果，2009年互定终身，育有一双儿子。아니기차에계속누워있고그러니까계속부어좀얼굴이막붓고그지같아사랑해节目狂放闪，开口闭口就是田惠正，还让爱妻名字因此登上热搜。李善均婚后给人好先生、好爸爸形象，人气颇高的他，出演韩剧每集片酬高达480万台币。反观田惠正，产后相夫教子，演艺活动相对减少。같이먹을거지지금밥이중요한게아니야自从李善均爆出染毒出入深色场所和女经理有染后，重伤形象，代言厂商频频切割，夫妻俩合拍的广告也下架。우리편하니까너무강요하지마편하게있으라고李善均瞬间成为众矢之的，甚至登上今年韩媒票选最烂态度艺人排行内。而田惠正5月10被爆出卖掉江南的豪宅救夫，如今还得全扛下经济重担，丈夫的离去也留下永远的痛。TVBS 新闻徐嘉瑞、洪婷台报道。
李善均到底是这个刻意去沾毒，还是不小心误用毒品，还需要检调进一步的调查，而且呢恐怕整件事情的结果也随着他的离开而很难获得解答。但是呢现在要持续来追究的就是，竟然有南韩的嫌犯这个犯人刻意的来制作毒饮料，而且毒害青少年。这名李姓男子呢犯下了江南的毒饮料案哦，他是遥控了南韩当地的共犯，把冰毒混入了牛奶饮料，甚至呢就到了南韩江南区的补习街发放给中学生，甚至呢跟他们说，你喝了这个可能精神会很好，那当然读书的表现上，课业的表现上就会明显偏好。但是他反过来哦，再把这个13名上当的这个未成年人士哦，直接打电话威胁他的爸爸妈妈跟家长来勒索钱财，甚至呢还威胁说要向警方透露他的孩子沾到毒品。针对这件事情，当然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孩子都非常的无辜，而南韩的警方也发布了红色的通缉令。而且呢，这名李姓男子在5月24号的时候，也在中国大陆被公安逮捕，在12月20号这一天呢，遭到大陆驱逐出境，而且在26号引渡回来南韩受审。而且呢，其实这件事情当然对整个南韩社会的氛围影响是非常大的。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呢，就是这个之前，尤其在今年大家讨论非常高的，就是这个日本的核废水和处理水的事件哦。而现在最新的数据也曝光了，福岛的核废水的产生量是比去年减少了20%之多。东京电力的一个资料是显示说，在今年年度他们平均每天新产生75公吨的核处理水。核处理水包括核废水还有这个相关的处理水混在一起，而且它是24小时净化，当然它的产量是非常惊人，但现在产量是逐渐的下滑当中，跟去年相比的话，再减少了20%之多。预计呢，在2025年前可以控制在100公吨以下，而且在2028年前，希望可以控制在50到70公吨之间，就是希望把这个相关的核废水的产量好好的控制下来。甚至呢，以目前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储水槽来说，还有132万公吨的核废水。一年排入海的量大概10到12万公吨，新产生一年的话呢，大概是3万公吨左右。最快呢，在15到19年之间呢，就可以把这些核废水全部的排到海中。虽然这件事情可能在国际上有非常多的争议，也引发了周边国家很多的抗议声浪，但是呢，日本政府还是持续的在排放。但是如果当中哦，这个生产的量越来越少的话，或许整个15到19年之间就可以把这个核废水完全的排放完毕。但是对于海洋来说，有个非常大的威胁，就是全球暖化也让南韩的鱿鱼产量明显减少。南韩人最近的餐桌上少了一种重要海鲜，那就是鱿鱼。오징어잡이배가줄지어항구에정박해있고바닥엔잡아온물고기가가득합니다그런데오징어는단한마리도보이지않고죄다복어뿐입니다原来是今年海水温度异常高，鱿鱼的捕获量锐减到2.3万吨，只有去年的60%。捕鱿船捞不到鱿鱼，只好改抓其他的鱼种，像是河豚来代替。작년에비하면은올해오징어가이제완전히절반도안나고요또지금조금씩나는게가격이또엄청또비싸고또그냥한마리씩사면사먹기는사람들이또너무近一个月来，南韩的鱿鱼就飙出天价，每只喊到超过10,000韩元，折合台币240元以上，贵到被形容是黄金鱿鱼。政府紧急进口1000吨的冷冻鱿鱼，民众担心往后可能都吃不到鱿鱼了。不过现在可以暂时改吃白带鱼。이렇게손가락4개정도되는굵기의갈치를최상품으로치는데요올해는이런최상품갈치가유례없는대풍어를이루고있습니다今年白带鱼大丰收，有渔民说，几十年来头一次看到这么优质又大量的白带鱼，拍卖价格只有去年的一半。此外，现在鸡蛋的价格也回稳。까지는올해늘어난달걀공급과겨울철수요감소로오히려가격하락세를보이고있습니다소매가격기준닭고기는한달전보다비슷한값을보이고있고只是禽流感的疫情尚未平息，南韩政府决定再进口112万颗鸡蛋，因应民众的需求。TVBS 报道。
再来呢，我们轻松一点来看一下人帅真好的一个真实案例哦，就是大谷翔平不但这个衣服品味很受称赞，甚至去这个原本要请别人吃饭的反而被请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大谷翔平哦，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别的国家，西方国家圣诞节的时候都要穿丑毛衣嘛，因此呢 ，Emily 西班牙网站的耶诞节就发布了这些球星球员全部穿着丑毛衣的合成照。其实看一看，每个人穿的也都不丑啊，甚至大谷翔平的衣品哦，被大家好好的称赞一篇。称赞一番，网友就说了，即使穿着奇怪的毛衣，看起来也非常好看哎，甚至哦，就说哎，大谷君是不是太可爱了？结果网友真的是一句话，就是人帅真好，备受称赞。再来，我们来看到，其实大谷也揪了山本优生要去吃饭，哎，结果呢，吃了什么？包括是红豆饭啊、干煎鲷鱼啊、手打荞麦片等等，甚至呢，寿司两个人也加点。我们也来看看他们想要加点什么，像是大谷加点了比目鱼寿司，还有山本加点了乌贼寿司，似乎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喜好。这个套餐呢，换算成台币要7700块，结果谁请客呢？原本是哎，大谷揪山本吃饭，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大谷翔平去付账吧，没有想到真的是人帅真好，老板请客了，让两个人都吃得饱饱的回家。再来，我们来看到之前也是在舆论上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运动的明星哦，这个羽生结弦，他的离婚消息一传出，大家纷纷把这个炮口都指向了羽生结弦。但是呢，他的前妻现在首次出面来回应离婚的事件，甚至哦，这个羽生也发文反击日本媒体，是不是太过度妄想呢？更详细的报道交给记者来告诉我们。日本滑冰王子羽生结弦在前段时间闪婚又闪离婚，105天的短命婚姻让人不断推测所谓圈外人的前妻到底是谁。而今天就日媒报道，日本小提琴手莫言麻玉子就是羽生结弦的前妻，并且跟日媒坦言自己已经离婚，但只字未提到羽生的名字。不过另一家日本媒体也爆料，长期支持麻玉子的化妆品公司82岁社长安正田跟麻玉子父亲是朋友。受访时对羽生离婚的事件，安田正就表示那是羽生单方面提出来的，所谓保护对方全是谎言，为什么一定要坚信是普通人呢？他可是一名职业小提琴手。但羽生结弦随后就在推特发文，光是离谱的妄想，想象谎言就能写成新闻，让我吓了一大跳，实在太厉害。不过提起诉讼就算赢了也没有什么好处，我是不会去提告啦，间接隔空回呛日媒，说今后还会专注在体育上继续滑冰滑下去。好，再来我们来关心到以哈冲突现在最新的演变情况，这以色列跟哈马斯持续的交火当中，大家从图卡上也看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在明年又在增加了台币2600亿，甚至呢这当中还不包含整个以哈战事当中所需要支出的成本，因为包括是撤离南美边境12万人维安，甚至重新重建了遭到哈马斯袭击的这个定居点，也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必须要来支出哦。但现在大家更好奇的是，以哈冲突什么时候可以暂时的画上逗点，甚至呢干脆画上句点呢？以色列跟哈马斯持续交火之际哦，当然各方包括美国、以色列也都持续的在进行讨论。但是呢，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则是投书了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开出了三大的先决条件。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加萨非军事化。一名哈马斯成员躲在暗角，一看到以色列坦克就鬼鬼祟祟地扛着炸弹快步冲到街头另一边，慢慢接近坦克放置炸药拔腿逃跑后马上引爆。就在以色列哈马斯持续激烈交火之际，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莫尔周二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安顾问苏利文会晤。Israel has already assured the U.S. that it plans to move toward a lower intensity war, more precise targeting of Hamas leadership.
But it's unclear what the timeline looks like. 以军参谋长哈勒维说，战争可能还会再持续好几个月。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则投书《华尔街日报》，列出可以让以巴双方和平相处的三大先决条件，包含必须达到歼灭哈马斯、加萨非军事化以及巴勒斯坦社会去激进化。就在此时，红海区域同样炮声四起。عملية استهداف لسفينة تجارية MSC United وذلك بصواريخ بحرية مناسبة. 伊朗撑腰的也门青年运动承认26号对行进红海的地中海货柜船发动攻击，还有一艘隶属英国的船只通过红海时听闻爆炸声响，并在周围发现飞弹踪迹，所幸船只和船员都安然无恙，可以继续航行。 According to Central Command, they intercepted 12 one-way attack drones, 3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s and 2 land attack cruise missiles over the course of 10 hours on Tuesday. 虽然美国派出海军伯克级神盾驱逐舰拉布恩号和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红海击落多架无人机和飞弹，加上多国联合舰队也在周遭巡航，但美军说也门叛军的攻击危及了占全球贸易量高达12%的航线，对海运带来重大影响。 TVBS 新闻综合报道。不过现在以色列的态度呢，似乎是持续的要把这个战事进行下去。虽然说目前看起来未来高强度的这个打击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就有机会慢慢趋缓，但是哦，停火之后到底加萨地区该怎么样走下去，又有什么样的单位来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呢，会不会是巴勒斯坦自治区的政府重掌加萨呢？但是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到一个支持武装行动的哈马斯的支持度在这个时间点反而是飙升了44%，所以这个状况基本上是很难达成的。还有法塔赫成立新政府，甚至还有没有其他组成临时政府的可能，目前看起来机会也都是明显偏小。但是眼看这个战事似乎还有可能持续向外扩大，以色列的角色来说好了，它至少包含有七个不同方向的攻击哦，面临到了多重战线。尤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伊朗本身在这个区域里头就有非常多的代理人，有没有可能借起挑起事端呢？也扬言说要报复以色列暗杀伊朗在叙利亚的资深将领。锁定敌对空中目标击落，这是以色列军方周二公布的影片，称空军战斗机在红海上空拦截飞往以色列的物体。打了11个星期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如今已出现外扩迹象。不止以色列，美国海军10个小时内在红海拦截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发动的12架次无人机攻击和5枚飞弹。الذي يتعرض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للقتل والتدمير والحصار والتجويع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美军资深官员上周表示，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过去一个月在红海对14艘不同的商船发动至少100次攻击。上周末，一艘以色列附属货轮则在印度沿岸遭到攻击。美国五角大厦直指是伊朗无人机所为，尽管伊朗否认，印度海军宣布将在阿拉伯海部署飞弹驱逐舰。भारत पूरे इंडियन ओशन रीजन में नेट सिक्योरिटी प्रोवाइडर की भूमिका में है。हम सुनिश्चित करेंगे कि इस इलाके में होने वाले समुद्री व्यापार सागर से उठकर आसमान की बुलंदियों तक पहुंचे। 而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才下令美军对伊朗支持的民兵进行报复空袭，因3名美军在伊拉克北部遭无人机袭击受伤。伊拉克政府谴责美国空袭造成1死18伤，直指这显然是敌对行为。جريمة خطيرة وانتهاك سافر بحق سيادة الدولة العراقية عندما تقوم أمريكا باستهداف قوات نظامية تعمل تحت إ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المتكرر. 伊朗则控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近郊，杀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资深将领顾问，扬言必将报复。واکنش به این ترور هوشمندانه مقتدرانه و با اثر بخشی لازم خواهد بود.به گونه که هیچ گونه بهره برداری حاشیه‌ای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在美国和伊朗势力介入下，以哈战争显然已向中东其他地区外溢。以色列国防部长暗示已对伊拉克、也门和伊朗势力进行报复，表示以色列在区域等于一打七。我们在战争的多地区，我们被攻击自七个不同的地区：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犹大和索马里。Iraq, Taiwan, Iran. 尽管美国呼吁以色列减少平民死伤，国际社会也施压停火。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仍说，以军正在加深作战。אנחנו אומרים למחבלי החמאס, אנחנו רואים אתכם, ואנחנו נגיע אליכם. 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במלחמה, מעמיקים את הלחימה בדרום הרצועה ובמקומות אחרים. אנחנו נלחמים עד הסוף.ובעזרת הטכנולוגיה המתקדמת ביותר. 以色列军方高层警告，战争将再继续好几个月，战火更已扩大到加萨中部的城市难民营。在这个联合国营运的学校，数千人又要被迫再次逃难，很多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或甚至也不是第二次。There's no safety in the school. We're looking for a safer place.I'm leaving because of the intensity of the airstrikes and the suffering. 尽管其他地方早已人满为患，他们也只能逃。好一点的搭车或坐驴车，绝大部分的人要靠自己的双脚徒步。It's very tough back there, he says. Bombs are falling on people everywhere. People were injured there. We don't know where we're heading. Everywhere is under threat. We're just moving with the rest of the people.加萨几乎所有人都被迫离家，约200万人流离失所。巷战更让北加萨和南加萨宛如鬼城。以哈战争要何去何从？以色列总理亲信德莫尔周二赴白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苏利文长谈超过4小时。白宫希望以色列停止高强度战争，要为战争下一个阶段找出路。体育新闻综合报道。不过，俄乌战争又要何去何从呢？现在最新的战事进度是，25号才在乌东夺下关键城镇的俄罗斯哦，现在是再度的遭到攻击，而且非常重要的区块就是克里米亚。乌军反击，向俄国占领了克里米亚发动空袭，甚至乌克兰更宣称说摧毁了俄军当地的一艘大型登陆舰，也出现了难得殉状云的画面。巨响伴随超大殉状云，民众忍不住倒抽一口气，因为看起来真的宛如末日景象。火势之大，克里米亚居民赶紧把窗户关上。尤其这起爆炸就发生在距离他们不远的费奥多西亚港口，随后乌军坦承这场火就是他们点燃的。乌克兰空军表示，已对当地发动空袭，还摧毁了俄军黑海舰队的大型登陆舰“新切尔卡斯克号”。这艘军舰，乌军认为都被拿来载运伊朗制造的自杀式无人机。而事实上，这场克里米亚空袭的前一天，俄军才在乌东告捷，宣称已经夺下关键城镇马林卡。Нам стоило больших усилий это, но при этом противник потерял колосс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и техники. 俄派官员说，根据他们战俘的说法，送到马林卡前线的乌军新兵平均只能活3到4天，因为死伤惨重。不过，乌军强调这场仗还没打完，而且乌克兰国会25号还公布一项新草案，计划把现行27岁动员年龄。Скажем так, що, чесно сказати, роботою їхньою я поки що не задоволений. 乌军总司令不满，因为他希望动员更多人力加入战场，痛击俄军。但现在俄罗斯还得为这件事头痛。İsveç makamlarının bugüne kadar attıkları adımlar ve taahhütleri memnuniyet verici.土耳其国会外委会终于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加盟进程迈进了一大步。体育新闻做不到。而对俄罗斯的角色来说呢，当然在外可能在俄乌战场上必须要有所斩获，但是最内
普京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他也非常希望可以达到的，就是在明年的大选当中获得胜利。当然在这时候国内不能出现任何一丁点对他的反对势力。而在之前批评他非常多声浪的就是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之前传出他疑似身亡，但是呢在消失三个星期之后，现在最新的消息证实说他被移位到位于在北极圈的流放地。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人间蒸发近三个礼拜，现在终于有新消息。Well, we find Alexei after 3 weeks of search in polar region. 他的发言人证实，纳瓦尼已被悄悄转移到位在北极圈的 IK3 流放地。We know for sure that in this new colony.His conditions would be even worse. 别称极地狼的 IK3 以环境恶劣出名，不止距离莫斯科有近2000公里远，深冬时节日照只剩2小时，气温可下探-30°C. According to Russian law, after the prisoner is being transferred to another colony, they have to notify his relatives. 纳瓦尼位置曝光后，也透过幕僚代抛讯息，表示20天的转移相当累人，却也自嘲如今一身冬装，留着胡子很适合当圣诞老人。他表示，原本以为一月中以前都不会有人找到他。Navalny was sentenced to 19 years in prison in August after he was found guilty of extremism-related charges. 而且这个流放地缺乏网络和信件系统，委任律师每次想联络都会更困难。研判普京有意在总统大选前阻断纳瓦尼和外界的联系。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avalny disappeared exactly at the moment when the so-called sham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ere announced and Putin announced that he's going to be running again.For which term already. 普京严厉打压异己，但还是挡不住反对声音。Мы знаем, что у ряда кандидатов возникли проблемы с процедурой движения, и они не были допущены до выборов. Мне сказали, нет, у вас все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 все хорошо, сегодня сдали документы абсолютно без замечаний. 另一名曾发表反战立场的政治人物也表态参选，但前电视台女记者邓佐娃有意参选却被禁止，理由是她的表格有100项错误。邓佐娃说将提出上诉。据新闻综合报道。不过在选举之前哦，任何的声音都是会被放大检视的。我们就来看到习近平在台湾倒数大选17天的时候呢，也谈到了台海问题。他一再强调的就是坚持一中原则，还有9/2共识，防止台湾呢被分裂出去。当然，他的话是这样说，但是国台派也这个连番抨击美国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甚至直接说这是毁台法案，介入了台湾选举。毛泽东130岁名单当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座谈会。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言，谈到两岸问题时，重申坚持一中原则和9/2共识。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面对现今两岸官方互动降到冰点，台湾大选又进入倒数，两岸紧张关系会不会擦枪走火，进而掀起台海战争，成为国际关注重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他说到他当总统，两岸发生战争的风险最低，因为他的路线最正确。对于这样的说法，国台办做出回应。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当局的头面人物，自诩台独工作者，却说自己当选风险最低，你们信吗？台湾民众会相信吗？我看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除了痛批民进党，国台办也指责美国涉及扩大美台军事合作，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培训计划的国防授权法案才是介入台湾大选，敦促美方切实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所做的严肃政治承诺，立即停止武装台湾，停止毁台害台行径，停止介入台湾地区选举。在两岸经贸互动方面，大陆日前已经终止台湾12项石化产品的 ECFA 关税减让，陆委会对此表示是政治操作，目的是借选，
国台办则扬言，如果民进党坚持台独立场，将支持有关部门采取进一步措施。TVBS 新闻陈旭、林敏珍北京采访报道。以两岸关系的好坏呢，自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经济发展。现在呢，英国智库 CEBR 它的长期预测说，大陆在2037年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韩国呢，在15年之内也会晋升全球的前十大经济体。但是以台湾的排行表现来说，它则是抱持一个相对悲观的一个态势哦。像是在今年，虽然我们台湾排名第22名，但是预计在2038年的时候将会降到25名。这个是当中的利润是什么呢？主要还是认为说，虽然说他们的认为是中国大陆不会侵扰台湾，但是在2027年的统一目标呢，相关的阴霾也会拖住台湾的经济成长。等于说，以外资的眼光来看到台湾的经济环境跟投资环境的话，都认为是相关的风险偏高，当然也会拖住台湾的经济成长。不过说到经济哦，相信大家在今年的感受上也是认为说，台湾的经济表现并没有太好，主要还是因为出口终端需求偏低的影响，也导致呢，在主计处公布了最新的预测，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下修到了1.42%，也创下了14年来的最低纪录。不过专家就分析了，如果在明年出口好转的话，今年的基期比较低，明年保三是没有问题的。到了超商，选好喜欢的菜色，准备结账。有青菜又肉，而且比起公司周围的便当店，价格符合预算之内。物价上涨，让不少小资族在外食餐费上也只能省则省。像 Jessica 午餐都控制在100元左右。午餐的预算大概100块内，所以就是说像这个餐盒大概99，或者是便利商店其他卖的餐盒，有一些有比较更便宜的，就大概69。对，那因为有一些外面的餐盒，有一些可能已经100上下，或者是已经超过100，那100到150也是有。成本压力仍然高，因此推升食物类的涨幅。另外，休闲娱乐费以及房租都是上涨趋势。预测2023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修0.32%，来到2.46%。其实那种消费金额上面来讲比较庞大嘛，那如果今年真的要买的话，可能就真的就是要等到很便宜那种年末出清啊，或是等等的，那才会去做一个考量。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可能还是会再等一等，就是再缓一缓，就是说哎，然后它的折扣比较好，或者是有比较便宜，或者有比较降价的时候，那才会去做一个购买。很多民众呢都可以感受到今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对于出口制造业来说呢，更是景气低迷。根据主计处最新公布的经济成长率，已经下修到了1.42%，是创下14年来的新低纪录，而这也是金融海啸之后呢最低的经济成长。根据主计处最新的经济预测，受到出口严重萎缩、固定投资也大幅下降影响，下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不过在预测第四季的商品以及服务输出达到5.96%，才能保住1.42%的经济成长率，专家分析恐怕还过于乐观。我们现在看到10月跟11月的出口，相较于去年同期是负成长，所以光靠12月呢，要拉到这个将近6%的一个出口成长是非常挑战。那因此搞不好今年1.42%甚至是有一点高估了。那不过如果说今年达不到这个1.42%的一个经济成长率的话，那明年保三是更没有问题的，因为基本上它是基期就相对比较低的。今年主要靠内需市场撑场，明年出口会恢复正常。主计处的预测上，2024年 GDP 上修到了3.35%，通膨率则是落在1.64%。不过根据国泰金控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民众对于2024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平均预期值落在2.52%，有70%的民众认为2024年经济成长率会在2%以上，另外有55%的民众则认为2024年通膨率会高于2%，民众对明年经济展望更保守。所以，当我们出口衰退的时候，投资通常也会被一起拉下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目前的这个经济情况。所以呢，要改变其实还是要看全球经济有没有机会复苏。所以我们就是现在目前是寄望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以美国跟欧洲为主。
那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降息。好，当利率降下来之后，好，那有贷款的企业跟家庭，他们的负担就会减少。明年很有可能呢，会有比较鹰派的措施转为鸽派。好，那这个就会对这个终端需求有一些提振的效果。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出口呢，好，明年是比较可以期待。那再加上到了明年哦，相信今年一直延续困扰着啊我们的制造业的这个库存去化的问题呢，好，在明年呢应该可以比较完整的告一段落了。反观在薪资调整上，调查发现有45.9%的民众预期薪资会调涨，比前一年增加13.2%，而有将近60%的民众预期年终奖金渴望落在1到3个月的水准，而有8.3%的民众预估年终会高于3个月。台湾经济成长主力依靠出口贸易上，而一般小资族则得真的如预期的加薪幅度，才能不被通膨压力压得喘不过气。TVB 新闻于先汉、刘军台北采访报道。好，刚刚到这则新闻，我想要问大家说，你的年终奖金到底好吗？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告诉我们，你的老板有没有帮你加年终奖金，甚至明年有没有加薪的规划呢？欢迎在留言区里头跟我们互动。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马斯克现在又跟员工杠上了，而且呢，还是为之前争议很多，过去我们叫 Twitter， 现在叫这个社群平台 X 的一个相关的纠纷哦。主要是过去的 Twitter 的这个薪酬的资深总监哦，认为说，他的老板马斯克怎么没有按照合约来呢？因为他承诺要发放给员工在2022年的目标红利50%，大概有数百万美元，但似乎这笔钱还真的没有入账，没有发出去，因此呢，对他的老板提告。而且呢，我们说到社群平台 X， 它本身的这个相关的纠纷也不止如此，甚至呢，当马斯克买下这个社群平台的时候，已经淘汰了将近50%的员工遭到了很多的员工来提告，甚至呢，美国的地区法院也裁定说，这样子的情况是违反合约的。所以等于说，接下来马斯克不止呢在商场上必须要来好好想办法之外，也必须要来应付，而且也必须来应对这一些合约上的纠纷还有官司了。再让我们来看到，在耶诞节哦，过去在耶诞节之前，大家知道都是采买礼物潮，但没有想到在今年可能通膨再加上景气不佳的影响，也让美国当地出现了退货潮。尤其我们从数据的层面上来看，根据调查，有31%的人会把不喜欢所拿到的耶诞礼物拿去退货。如果我们这样换算的话，这个退货的金额就有机会超过了1730亿元的美元。美国人耶诞节过后的头痛难题，收到不喜欢或是不合适的礼物该怎么处理？不如换货，换个喜欢的，或干脆退货变现。This is a Ninja Foodie air fryer. Okay, and why are you returning it? Unfortunately, it doesn't work, but I'm gonna look for a new one. I bought the wrong tools for my husband. He only likes Milwaukee tools, so I'm returning these, and I've ordered the ones he likes.退货理由百百种，总归一句，不喜欢别勉强。根据调查，只有49%的美国人会留下不喜欢的礼物，其他的不是退货就是转手送人。The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says consumers are expected to return $173 billion in holiday gifts this year. Yes, the stores are going to be crowded, if you're returning in a store, but retailers tend to offer really good after Christmas sales, to sell everything they didn't sell for the holidays. 今年通膨趋缓，全美年终消费翻红，成长3%，买得多当然退货也多，只是在耶诞过后的促销活动里不会再看到这样商品。Hi Deidre. Hey Jeff.苹果智慧手表 Apple Watch 的测血氧功能卷入侵权官司，遭到主管机关禁止在美国销售，26日正式生效。苹果紧急提出上诉，虽然只影响1%，约50亿美元的销售额，但是分析认为此事体大。Because if this continues, this could become a wider issue, and others could jump into patent lawsuits versus Apple. 就怕有一就有二，苹果往后恐怕卷入更多侵权官司。TVB 陈宗报道。
今天聊国际，我们要大家聊你今年或是明年初在春节的时候有没有出去国外旅游的打算呢？我们就来看到你的航线是不是最繁忙航线。我们来看到全球的前十大繁忙航线当中，第一名到底在哪里呢？答案是基隆坡到新加坡，这个489万上升了50%，但是呢，其实这样的状况还是比疫情前还少了12%。主要在这条航线为什么这么繁忙？因为它是新马之间劳工流动通勤的族群。再来呢，其实第二名是开罗到吉达，480万上升了38%。第三名就跟台湾比较有关系了，香港到台北的航线哦，过去也都是一个比较商业的航线，457万上升了130%。当中哦，其实有7条都在亚太区，当中有一条非常特别的，就是纽约甘乃迪到伦敦希斯洛机场，总共388万，这也是很难得有欧美航线排进了这条就前十大的繁忙十大航线当中。再来，我们来关心到新加坡，今年台湾的每年一字代表字，今年是缺哦，但是对新加坡人来说就是这个字了，炸。总共呢是拿下了1.17万的新加坡人的票，超过了35%。另外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湛跟南，大家就能想象，不难想象说，其实对新加坡人来说，炸。诈骗这个字呢，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困扰。尤其哦，在这个2022年的8月份到2023年的8月份这一年来说，总共呢，其实全球的诈骗金额就达到了1.4兆的新元，换算成新台币就是32.7兆了。这个数字呢，也是来到全球最高，因为新加坡人均损失来到了12.9万台币，也难怪他们对诈这个字这么有同感。另外，其实CNN 也调查发现说，全球这个诈骗集团当中最严重的区块就是在缅甸。CNN 的团访团队也特别到了泰缅边境，来看看这边出了什么样的问题。Please help me, Jessica. Please help me. It's been a living hell.不愿面对镜头，化名 CY 的男子住在加州北部。这段时间，他的人生支离破碎，因为一场虚币诈骗，他辛苦存的100多万美金全部没了。他是成千上万受害的美国人之一，掉入一种俗称“杀猪盘”的新兴网络诈骗陷阱。一切都从一封手机讯息开始。2021年11月，名叫杰西卡的女子主动打招呼，照片显示她是个清秀的年轻女孩，两人越聊越投机。当时 CY 的父亲病危，心力交瘁的她经常向杰西卡诉苦。就这么聊了大概一个月，杰西卡告诉她自己透过投资赚了10万美金。She started to introduce me into cryptocurrency.Trading gold, using cryptocurrency. 在杰西卡指示下 ，CY 安装了一款交易 APP， 一切看起来很有规模性。从一开始小玩，到最后整个身家都投了进去。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成了诈骗集团的囊中物。I log back in. The account is gone. What did I do? That's 30 years of my wife and my life building up this wealth.所有投资一夕间化为乌有，庞大的压力和恐慌，他录下这段话向杰西卡求助。Please help me!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can do. I don't have any more money. I cannot borrow anything else. I lost everything. 但是杰西卡再也没有回复讯息。This i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fraud services. 美国 FBI 统计类似犯罪案件，显示过去两年杀猪盘的诈骗金额从9亿美金翻涨到29亿美金。进一步追踪这些诈骗金额流向，几乎都到了同一个地点——泰缅边境，位于缅甸这端的一批建筑物。CNN 采访团队找到来自印度的拉克蛇，声称自己被中国帮派集团操控，在这些建筑物内被迫工作11个月，一毛钱都没有，直到近期才获释逃到泰国。Where was the job supposed to be? They told for me in Bangkok. 拉克蛇以为自己获得泰国的 IT 产业工作，飞到当地后被当成猪仔，骗到边境进入缅甸。中国帮派分子威胁他，不工作就会被灭口。他的工作内容是每天花16小时在社群平台上，用假身份和照片锁定美国人进行诈骗。Like they're providing for us.
I got a Russian girl with using of Russian girl fake profile. I need to scam the people. 拉克蛇秀出他在工作时的偷拍影片，只见大群猪仔被集中在一个空间，每个人一台笔电，只要表现不好或是不听话，就会遭到体罚，被强迫做上百个深蹲动作，或是换来一顿毒打。And you've helped rescue people who are trapped inside behind the barbed wire of that very compound. Yes.泰国的非营利组织在过去十八个月里，从边境地区救出数百名猪仔。他们每天都会在对岸观察，诈骗活动就在眼前，却无能为力。That's why this is modern slavery, and it's right under everybody's nose. 卫星照片显示，在缅甸边境的这区建筑物是过去三年内快速建成的，已经被泰国司法部列为犯罪诈骗活动中心。These scammers have to use telephone signals to communicate.That's why they base themselves near the Thai border, so they can use Thailand's telephone network. 但泰国没有权力打击缅甸境内的犯罪行为，只能静观其变。CNN 联系缅甸军政府，对于边境的犯罪活动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就目前看来，这里是犯罪集团的天堂，猪仔的绝佳囚禁点，不断上演一场恶性剥削的诈骗循环。缅甸一直都是东南亚制毒大国，边境地区大多由民族武装分子统治。上周泰国警方才在边境查获200万颗冰毒，与毒贩爆发枪战，导致15人死亡。联合国这个月的报告指出，缅甸已经取代阿富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We can see that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farming practice in Myanmar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e resulting in the record opium yield per hectare.22.9 kilograms, which is again 65% increase compared to just 2 years ago. 统计缅甸从去年开始，全国鸦片种植土地面积增加18%，一公斤鸦片可让农民获得$335，约合台币10,000元。去年鸦片整体经济价值高达25亿美元，约合台币771亿。动荡政局让缅甸的毒品暴力犯罪活动猖獗，成为东南亚地下黑金帝国。TVBS 新闻综合报道。传统文化的表现还有保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来看到印尼的吉阿吉阿族，他们现在采用了韩语的文字当作正式的文字，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很多的主流语言很难的保存，而且很多的单词都已经丢失了，所以他们选择用韩文的表音文字来做这样子的文化保存的事情。尤其呢，但是很多的语言专家就很担心说，哎，会不会让这个韩文的色彩模糊了当地的民族特色呢？所以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文字？还有呢，韩文也有另外一个族群认为说，反而可以帮助这个语言走向世界。因为在引用韩文之前啊，当地族人是犹豫使用本族的语言，现在引入之后呢，他们的族语就可以逐渐填日。再来呢，我们要来看到是巴黎，巴黎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是圣母院，它的标志性尖塔已经装上去了。起重机将全新的公鸡风向标放上尖塔。四年前遭祝融重创，拥有80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进入修复最后阶段。It is when the spire initially crumbled down into the church when it was on fire. They sent shockwav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 was a trauma for France. 高96公尺的尖塔是圣母院最重要的标志，毁损最严重，修复难度最大，使用重达750吨、超过1000块的木材拼接，也再次耸立。You can see the stonework here. This is all complete.New. It was too destroyed to recover. 重建工程从稳固建筑体耗资1.5亿欧元，到第二阶段修复内部文物和艺术品，包括彩绘玻璃、壁画和巨大的管风琴，耗资5.5亿欧元。You can see that bunch of flowers. That's a gift from the carpenters to say.That they're done with this part. 所有木质的横梁全都是新铺设，超过2000名专家、木匠、石匠、工艺师日以继夜，让圣母院逐步恢复昔日的辉煌。That hole in the roof closed back up entirely. Hundreds of years of dirt cleaned from the walls to brighten every surface. 巴黎圣母院耗14年，8.46亿欧元浩大重建工程，预计抢在明年巴黎奥运年对外重新开放。TVBS 新闻综合报道。到圣母院里头，应该很多人都会听圣歌，但是我蛮好奇说，大家到 KTV 里头，你的主打歌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甚至我也想问你说，哎，你最近还有去 KTV 吗？因为现在去 KTV 实体 KTV 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少了，主要呢在疫情当下，其实很多人都可以透过一些
K 歌的 App 或是在家里玩游戏达成娱乐需求，也让实体 KTV 跟着消失。你还去 KTV 唱歌吗？北京的年轻人怎么回答？现在就是可能去夜店酒吧会好玩一点，热闹一点，密室逃脱，剧本杀，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因为比较刺激，比较好玩。曾几何时，风靡一时的 KTV 不再被年轻人宠爱，当市场兴盛时，可是吸引了大批资本涌入呢。 KTV 除了它的社交属性被互联网取代之外，我觉得如果从音乐角度上来说，那它的草根化和平民化的这件事情也被互联网这件事情给取代了。根据大陆一家爱气查的资料，大陆 KTV 从近68000家剩下的26917家，大部分处于登出或者是解散状态，存活率约40%。再看另一组数据，大陆天眼查资料，卡拉 OK 过去有90000家，目前只剩下了17810家，存活率约20%，剩下都倒闭了。包括你还可以在线上 K 歌，对吧？你这两个人可以到直播间去 PK， 你俩都去争取粉丝，就这些，其实会看到就是这个 KTV 的元素。或者说它的这种生命力还在，但是它的这种载体发生了很大的变迁。2014年，大陆爆发了 KTV 版权问题，光一家 KTV 一年被追讨了8亿人民币的版权费，大量热门歌曲被迫下架，加上了商铺租金一涨再涨，关键是 KTV 涨不了价，还得面临削价竞争，加上手机的分流、生活方式改变、线下的社交娱乐多元化，让 KTV 不再被大陆年轻人喜爱。 TVBS 新闻陈旭毅、林敏珍北京报道。 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